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dam， 我现在开箱 Y3 的外套，也是 Y3 第68件的单品哦。它是23年秋冬后的第三章节绚丽的柏林，它回归德国去捕捉超活力的颠覆性，而向复古运动风致敬。它是 Y3 东京飞鞋夹克啊，也是321码，它植入秋冬的最主要 icon 哦。非常素的风格，要回归鞋苗的高端及运动最原始的设计初衷，像是黑色渐层的展现，或者是亮眼的单一颜色，甚至去除 logo 或者三条线元素的逆袭。好，这款做学院风轮廓的飞行夹克下摆偏短，而且是男女通用版型，是 loose fit size S， 好，就很宽松了。而它胸前有 Y3 Tokyo 大大的微潮写字。刺绣的工艺非常厉害，就像 Kenzo 2024春夏还有出一款就是欧美字体，整个呈现都非常的街头感。我们来看一下材质的细节吧。好，材质外衬尼龙奥斯曼编织，由细致纱线、类天鹅绒、雪尼尔交织成。好，衬里是塔夫绸，由真丝或人造丝打造光滑高密度的平纹织品。内里人造纤维 Prime Loft。全世界保温能力最强的纤维，回温比羽绒还快，强抗水性，就算潮湿状况保温度也足够，轻质量防风。与 Poly 环保海洋组织合作，塑料也可时尚，为环保出点力，透过收集的海洋碎片升级再造的材质。